现在是12月31号的晚上7:20，我们要搭客运去阿里山，一天来回。现在这个时间去，然后早上回来，没有，中午了，中午回来 ，Go Go。要准备上车了。好，已经到齐了。多人呢？多人。上车了，现在开始就要一路睡到阿里山区。今年的2018年的跨年就直接在车上度过了，然后2019年的日出会在阿里山上看到。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我眼睛呢只有结膜炎，所以我现在只能戴眼镜。那我们就阿里山上见吧。现在是2019年1月1号的12:50，已经到阿里山了，腿快麻了，腿好麻哦，坐太久了，下车买泡面吃。泡面，煮泡面，哎，可以加关东煮的汤哎，可以加一点关东煮的汤，高汤。要加蛋吗？蛋壳剥掉。我还是要加蛋壳。买了一个看日出的眼镜，因为忘记戴墨镜了。这个20块跟阿姨买的。走，看日出去搭车。走了，时间还有5个小时，还这么久？因为好可爱的车头，很 Q 哎，火车走了，拜拜。今年2019年日出时间是7:03，现在。还要等5个小时才有日出看，因为现在才2点多而已，2点半啦。找东西吃好了。这些人都是在占位置哎，现在才2点哎，要等到7点，不然就没有日出可以看。我们席地而坐了，现在3点，然后要等到7点，大家都坐在这边卡位，怕等一下看不到那个日出，所以等好久。现在已经早上6点了，可是好像有点小飘雨，超冷的，希望等一下可以看得到日出。很多人哎。今年没有看到日出。云太多了，所以决定准备吃个东西下山了。好冷哦，没有跟到，没有看到啦。
好到